歌手吴鸿飞发表了一篇微博称，我想扎的地方有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会还有的建委。此言一出，引来网友一片哗然，同时还招来了警察叔叔。据悉，吴鸿飞在微博中写道，我想扎的地方有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会还有的建委，不知道建委是什么东西，是干什么的，不过敢肯定建委里全是傻，所有和建委交朋友的人我一律拉黑，还有我想扎的人是完全无节操的所谓好人，我才不会那么傻告诉你他的名字，等他炸没了上了新闻你们就知道了。言语中火气冲天，令人好奇到底是谁点爆了阿飞。不过现在这篇屌炸天的微博已经被删除。下午3点多，吴鸿飞又追发了一条，称我想炸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会旁边的麦当劳的鸡翅薯条馒头。好吧。对此网友们众说纷纭，有人认为吴鸿飞作为公众人物有失其职业操守，不过也有人为阿飞叫冤，认为人人都有言论自由，因为此事被拘留没有道理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